嗨，小朋友们，早上好！今天呢，老师要教你们怎么样写汉字，请你们拿出来这本书，然后打开9月24日的功课。今天我们要学的部首是提手旁，提手旁。我们今天要写提手旁的部首。怎么样写呢？先写横，横竖钩，横竖钩，提，提手旁。来，我们就开始写横，横竖钩，横竖钩，提，提手旁，横，横竖钩，横竖钩，提，提手旁，横，横竖钩，横竖钩，提，提手旁。小朋友们，学会写了吗？好，其他的呢，在家自己写哦。好，今天的课先讲到这里啦，在家不忘记学习哦，小朋友们，再见。